4:22，大家早安。我大概整整一个月没有钓鱼了。因为上个月我都休平日了，刚好假日都有事情。然后我可以钓鱼的时候，我刚好又确诊了。2024还有人在确诊哦。今天打算要去新北堤钓鱼。对，那时候我放很多天的时候，连续去南堤吧7-8天了，改钓一下北堤。我前阵子钓光真的不错。今天准备继承的白吉努跟2倍 Q。嗯。我们应该会找大概2梯那边赶快钓。北堤的2梯比较没那么深了。我这次是敲比较黏的，因为2倍 Q 可以把它敲得很黏。敲得比较黏。那我们今天就去北堤试试看吧。对，走吧。那我们今天用好青年练饵。我们今天钓港外，这边差不多是2梯。对，毕竟我昨天脚受伤，我不想走太远。今天天气也是有点阴阴的，差不多在退水了。那分天2号啊，浮标浑手做的2000啊，双钩，钩子用浑手做的小鸡5号。我们今天都玩双钩的。对，现在水深差不多是不到1只，但会再慢慢调整。我们先以离底30公分下钩了，我会下钩离底30公分开始钓。嗯。加油加油！超多、啊！是是是，我蛮大只的嘞。超多，蛮大只。耶、yeah, ，开壶了！感觉被飞。对啊，我会怕、啊。我现在已经回归新手了。幸运，幸运。挺粗的，挺长的。啊，这是什么？是海青鲢的练饵。海青鲢。好帮帮人家改名字，这样一来就先丢个5-6颗丸子有效呢，就吃在丢的那个位置。我没有吃很远，是脚下而已。呜，中了。不要放枪啊！哎、欸，我都看到鱼了、欸，错度了，嗯，真的，应该跟你的差不多大只，没有咬我这里而已，被偷扣，我没有开很大力。哎、欸，好像在吃哎、欸。我帮你报仇。有了，有了，帮你报仇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自己帮自己加油，自己为自己加油。我、哦、这只蛮大只的，呜呼！啊啊啊啊啊！乖乖乖乖，靠背，差点帮你捉掉。叮咚叮咚，叮咚叮咚，好漂亮！噔噔 ，nice。我们直接放血好了。快点重整，加油！没开到，是蛮大力的，不用急呢，你中2条了呢。
该挤的是我吧？抱歉抱歉。刚开个太大力，刚好帮我跑掉。终于中到热血起来了，真羡慕。好，加油！我长大也要学会掉娘娘。不是，看看别的。点点。点点。真讨厌。走开呀！我可能掉太低呀。鸽子。每段时间丢一颗玩玩，先选炸弹，整颗直接冲下去，久久丢个两三颗就好，谢谢，完了，三次魔，跳不到我要的，我们要开心，因为爱笑的人怎么样？运气不会太差。我觉得这门有希望。嘿，掉超近的，哇，小臭，太小了。中场休息。来看一下我刚刚钓的鱼，抽度有30，快30，然后二级，新点是33，嗯，对啊，三心二意想要去钓港内，不会吃算了，养猪来了。你刚刚去勘察港内的时候，我才中一只小抽度而已，我找到是谁在带赛了。现在都是有那种打不到的讯号。没事。受够了，不然我们等一下要换到下面去玩玩看啊。就看看有没有变身苦。嗯，最近港内也是有变身苦的。五六梯那边，爆更多人。人真的很多。不然我们原本早上也是一开始要去哪里，算了，太多了。你有时候超多，跟你们另外一次加减，最少会打个一两只起来。咱们刚刚在那边开两三个小时的空箱，我都疯了。等一下。嗯。我们换钓港内，换到港内了，重新开始。这里就真的很浅了，只有半只杆子。大师钓的怎么样啊？大师，港内好像更绝望了，更绝后吗？臭多用干煎的好了，我干煎臭多是真的好好吃的，没有到特别爱吃鱼的人，我真的很喜欢吃那个。今天就只有两只的命，真的咬三下起来两只了。我那只原本应该要起来的，脱钩是脱钩，不是断线。那只应该也是稍微脱鞋臭了，没用，你再凹一下就可以收了。还是你要先跟大家说拜拜，反正应该差不多，在后面不会中鱼。一阵讨论之后，我们决定回归到这个点去钓钓看。
脚脚，那个脚脚，拼个一两杆，真的没有，我们就要撤退了。在开心什么？我来这个团体就会很开心哎，因为比较没有人吧。嗯，我喜欢没人的地方。你都是一个点一个点，很多人。这边就比较少人，就可以这边跑来跑去钓来钓去。对，我们算是来这边钓鱼的，不是来这边让你跑来跑去的。看一下，还蛮轻的啦。只是退到石头都出来了，他这样退那么干，你这样不就不好控线？跟你大家分享一下，上次那边钓到大只的 OK， 一样大小的。你就抽那么大颗就是了。那就是影响行踪，拼大物。老公，回家。今天就注定就说那一只抽多一点，熬不到了，不要硬撑了。还有一点飘毛毛雨的感觉。来，工作会比较忙，可能会持续停更。没办法，我也是得出来赚钱。出来钓我就很开心。你有中鱼，我也很开心。今天钓到了一只臭肚，一只娘娘。回家。好，那我们就先跟大家说拜拜喽。拜拜。拜拜。